좀그말을줘요근데다외게태솜지창을줘요근데다네콘데라야지힘해버려콘데소순진베게세만디랑서시사와인데콘데담가매바다대다고콘데담가매버려내베로티타쳐봐健康정말이나양주로당폰주지강매봐대리가르사나타쳐로난주매솜대솜데다다와하다안동고리인세야다단디가서송진군련대바세야다다송진군련디주디양시고마도지나송진군련대서나리요마강수지다그군의송진련대고그래서나당부다와된나양다와파고레스다와된나팝심비기된데로랑애연도오콘데니소메바레샤콘데소솔진베체마디로레샤디쩐레샤디녜바레도삼연도디녜베게창네조연도콘데담가메바콘데담감매바시연도데라타쳐바니시녜바진지율모토바연도다디진짜지게추숨창나데네송진이된데투그레스다디드시디텐데스나마바겨고삼바게송진이콘데따웨자보이다니바데라잉바메나곰베자보이다타자셈바거솔라마조두지마잉바세아디잉메곰지응무실송바신강시로또보용오소마티소마다보마잉와데레다곰게토라레연데카산치슈주슈잉곰지가우스거삼베송데곰게농고르탕보데자시랑사심바탕出入绝对没法当，真正做我查我松，恐怕看人东国人。他当不得了这块下多少呢？这些人啥心不当？他得被女百姓不要了，小心告诉。找我切，拉萨的找下那些，找我切帮，找我查我，当然说看这人准备找我的查过了哇。这光给他呢，定了过了嘛都，到我这不给用途有嘛的，他到我第一但是我们说也答应的早起大家多少年了呀早起别是你能看着谁去吧可算学不赢早起别是你能看着觉得没被依然没下得送一个自己的大早起别是都早起送啊是别早啊切，当真个早啊切，你真别早啊切过度，咋切？早啊切那样，那样早啊切啥松？他可松得松面度，看住得住面度，啥呢？热死你热得把大我满意吧？然后样开始得了了，他早啊切啥松？他搞了哈过嘛松？早啊可能接啥松？你那如果来生接老嘛松？他开始切那松那的，这里吃着应该有，我们要不讲嘛些呢？我听着印度咋切？让啥心不当是？说是粗心土嘞。만약고소나야수수야부대시오래스이래도와자와채이나야랑사신토와랑사신알라따위에게조치기오래따와남다따와남다기시베자와채닌진기자와채닌신기자와채시나양따와남다디기똑지자와남다그똑지랑사신토바따와남다디기곰나제따위온도자시랑사신바당자와채자와채나야랑사신바랑사신토는데네다수지구투말와드러인도자시랑사신바당소루쫄레메바당소루로쫄레고말했어순제바란힘바트심바롱아와레잔잠바최유동원소바소루그유도최강나강사와대탐제라네상부레에서는내네냠바레에서는도라야티고말해서소루로쫄레고말해서쥐쥐시고말해서랑사쇼당랑사조용스타들와수능자능진능로능로서바강샤소나양대디친이기체조를제바마제강샤를강통강리디게모라제조에메바르지쇼당인루지나네샤르레스추루쥬레메바당자시랑사심바당추루쥬레메바당真正做我查哇，真正做我查哇，现在打七多年的什么当呢？七多冬年的、月色的、年年的、松竹的，实际呢，六季的月色，六季的冬年，
六姐姐娘娘六姐姐送酒六姐姐这这给怕姐的呢但没用操的六姐妈应吧真正的操啊做主的操的操呢娘把说的送用的真正做啊操啊真正做啊操啊他给你忙不去吧应吧让下让住给你的先呢让下让住给你的先呢真正做啊操啊就吐个这意思让下让住着那的些嘛从那真正做好找我用过嘛的我就参观公家那样找我有了吧那么多没法去求呢那么多内容三百多吧那么多没法去求呢三百热度节度公家会用途有嘛的建通让我写不了清楚了我写的大这个气间南给间刚下的刚上刚里他们写的通啊他日瓜当第三把咱们第三把咱们写给第五第五写吧他去吧你写你用的怎么他都抓住也把这经济就没做把这经济就没做把这三门当过那干的好不好你他给你写的还得英国什么的我是三门当哦你오래대주섭섭지쇼세다레레도와삼삼라고라대주선에지금남도로때네삼문당네진당도랑야요말해진상에당도랑야라진상에공오외사차자친구기내래맨다와뉴메시에발래만대와니루래만대와인바시에차도콘데기쇼탐지옵스디난을슈사와인데고통화잠시통로잼바잠시기랑로通往咱们这个让路，来往咱们这个过让路来推的，你不的，去年的那个土包马道，真正的土呢，做住的土呢，用个马来也是，真正做啊炒啊，工把卡兰东国人，打工把卡兰东国什么的提了哒，这些让啥心吧，做住就来买吧，什么的了，真正做啊炒啊，对什么的，工把卡兰东国人是的，用不买呢。我们要打马英王的第三场国度啊！我都提个子马英王啊，是告诉呀，陈伯当、西行个三毛当呢，得等等这个有嘛的？马英王啦，得代表个陈英松，参国的也送我这下。家族面呢，就别叫不赢，打就把这下，家族面吧。做住没吧，吃住没吧，得交吧嘞。但第真正的吃住没吧得了，工作设备个打工给招生招过嘞，工作设备打工给招生招嘛，说那吃住没吧，用途有嘛嘞。다저바칼람동고르디야와고삼바게냠슌중토도메바탕당부디냠슌중토도메바탕직슌바차메바탕직과슌바바차와메바탕순진이초래야와섬저바칼람동고리냠슌중토도메바다따곰사무게담네따곰사무조소체리온드냠난조바나냠만보셔요로냠슌조토도메바단냠슌중을내용도냠라상행근도시요말에냠라약도근도시요말에냠강샤와데춘이게롱내중알라롱어처용도냠슌조토도메바다냠준체메바용하래냠준체메바인생두줄라쩌남강다강이가서있나요곰중기시라다따곰조소송에게쩌바디따곰조소송에게쩌바들라때네난조베게곰냠또냠링냠통냠살냠미도베냠대냠수수제대다쇼지레이마레대다친진이요마레대라인도냠슌슌토도메바다토도메에서도가로야로여베가바메베가메바다사와로와쥐남탐제대다네따곰주베조소송에쥐남되기나도로연도다네곰냠또냠삼아대다레이마레딜레나요직숑박사메바당딴직다메
양 안수 상현다 그러와 냠 삼삼 야불레 연도 아치 야와다 다지 빼샤라 토야 맨로 지 냠 켄사시 중선다스나라고 그러도와 양 냠지샤는도 아우 빼샤데 파 용주 인사라고 쓸레가 잡라 나지 켄사시도다 되네 마샤상 되현로와라고 심민남지 당송세 냠라고시 양지도 상마 야르데 용 냠라고실레서 파지 파지 지레 용 인사레 숨산다고 양 냠라 안수 상현단도 시마보여로 띠요 말에 난조발라 가리요 말에서나 이제 좀 봐서 매 봐다. 이제 봐매. 좀 봐매. 바차와 세야디 태송. 태송당 지기 레도게 남도 매연도 바차와 매 봐. 신 레도였나 바차와 용거로 봐. 되는데 이제 좀 봐서 매 봐다. 냠슈죠. 토도 매 봐다. 이제 좀 봐서 매 봐다. 송진 초래 야와송다. 초래 남자게 줘 봐. 조신 가서라 초래 남자게 줘 봐서 시야 되더라고다. 가르기 초래 야고서는 아주 송진게 남도고 초래 야고를 루지 쩌농강 제바이네야 송진기 로게 고유 말에 가르선나 따곰 조소 송아래 아게 나주 타브제야 송진기 쭈요 고유 말에 가르선나 따곰 조소 송아래 샘제 텐도 강 샤라 이나야 기디 로마 땡게 남샤 메바 강샤르 쩨동 강샤르 지조 강샤르 장조고 토르네 디 따곰 쮸베 조 상보는 로와 인데 송진기 초레 야와 냠슈죠 토도 메바당 직숑 박사 매바탕 송진이 초월에 야와숨 쪼박할런 동굴이 있어 다 쪼변 동굴 숨 되래 드네이도 사는 드네이 숨배가 다 자술 매나 세야 돼 쪼룸 매베게 쪼바 용고가 요래 쪼룸 매베 쪼바다 따곰 상부 예태고래 따곰 상부 예태베 쪼룸 매베 자와 델라양 연된 숨 냠숑중 토도 매바 직숑 박사 매바 대도지 송진 초대 야와서도 루지 쩌노 나게 나주 탐지데 송진기 로그 나나 만주 마송아 대 진진의 조도야기 따와 공바 니바텔을 때니 쩌바 조체용도 따곰 쩌바 숨 야마라베 소데 내지도 내용도 송진 초대 야와서 슈구마데 따와 남다 온도 로와 곰 남다 온도 로 따곰 디니 때 야마라베게 또벌 때니 룽하기 쩌놈 자소 강다 강주바디 무단전에 따곰 콤펠든 로야게 조소 요랑 본된게 초선 로그 요바인도 송진 초대 야와숨 쩌바 칼란 동고리인스 단티르 단 지후 칼란 동고디 치루쇼 쇼바지 温暖的阳光照射在绿意盎然的土地上，滋养着万物蓬勃生长。坐落于台南市归仁区，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的八戒护生园区，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映入眼帘尽是绿油油的田地，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八戒护生园即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广大平原，风景秀丽，五色风马旗随风飘扬，让依靠在竹林旁的八戒护生园区更显其生机勃勃。占地1400多坪的园区中，收养了包括104只的狗，以及171头猪。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两个区域，从门口望去，右边是猪只们的活动空间，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天地。两者虽属不同物种，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稍稍接近围栏，狗儿便奋力摇尾，伴随着此起彼落的叫声，热情的招呼从未间断，展现出活泼的天性。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谋面，显得有些退却，羞涩地蜷缩在角落，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渴望关爱的眼神，使人发起怜悯之心。在园区工作人员们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多数收养的狗儿渐渐恢复丰硕亮丽的体毛，
以及健康的躯体，并恢复与人亲近。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舔手回应。而在另一边，猪圈通风的设计为猪只们挡住酷热的阳光，驱走不少暑气。猪只发出的声响也不分轩轾，有的悠闲地躺卧在角落休息或睡觉，享受着午后的微风；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栏外，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并举起短短的鼻子，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令人深深感受到，不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情感交流及灵性智慧节。为了提供八戒护生园区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秉持着佛陀的教法，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以及所有动物们皆能于此安享晚年，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生园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中华护生协会广邀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让无数刀口余生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皆能在八戒护生园区里获得重生，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护持话拨账号42138483，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大家好，我是江丽香医师。防疫期间，请落实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及外出时佩戴口罩。爱有多深，距离就有多远。随时与他人保持室内至少 1.5 公尺及室外1公尺以上距离。若有空间上的困难，务必戴上口罩并肥皂勤洗手。双手不随意碰触眼睛、口、鼻。另外提醒，使用过的口罩要尽快丢进垃圾桶，不要随意摆放，以免造成污染。若有任何身体不适，请留在家里休息，不要到人群聚集的地方爬爬走。戴口罩及维持社交距离，有助于防疫工作。请大家一起防范武汉肺炎，共同守护家园。Changqing Lu. Next stop, Changqing Road Station. 当人迈入高龄后，身体机能会开始退化，如手脚无力、平衡感不佳，而轮椅是最常见辅助长者移动的工具。因此，在照顾长者时，轮椅转位是非常重要的技巧。正确的转位方式不仅能提高长者的安全感，并能减轻看护者的负担哦。长辈都是下肢无力的，所以都需要协助嘛。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没有
背的这个姿势，比如说下来的时候，因为长辈就是下肢无力，所以他下肢无力的时候，他那个脚几乎都是不听使唤的。那如果说照护员要去充实这个姿势，然后下来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说，哎，我下来的时候顺完背之后，要怎么让长辈进到安全的进到轮椅那边，然后要进到轮椅那边的时候，我们的轮椅是不是要摆放固定的地方，然后我们的刹车的要先固定好，然后脚踏板要弄好之后，再让长辈顺顺利利的到我们的轮椅那边。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全职作业都没有做好，比如说脚踏板也没有弄的话，到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很唐突的把长辈移回过来。那因为我刚刚有说的，长辈的肢体就有些无力，没有力气，那有些就是说他们的末梢的血液循环也不好，所以有可能就是说会导致一些受伤，或是说擦伤，甚至有时候撕裂伤都有可能，所以一定要具备这个常识。所以为什么照顾服务员他们在做这项服务的时候一定要说要去受训，原因是在这里，这样子可以顾及长辈的安全。轮椅转位对于手脚无力平衡感不佳的长者是生活中必经之事，现在我们就来教大家轮椅转位的技巧。阿嬷，今天天气足好诶，吼！我带你出来外口洗洗，吼。嗯。啊，你在这等一下，我来塞轮椅，甲你带落来，哈。轮椅塞来，以45度还是平行拢会使。啊，检查啊，伊个档啊，看有安全无？伊个档啊，真好，吼！啊，检查伊个脚踏板，看有安全无？拢真好，拢有固定嘿。啊，即马我着甲阿嬷抱落来。阿嬷，我要甲伊抱落来哦，吼。甲阿嬷抱掀起，阿嬷甲抱掀起哦。嗯。嘿。甲阿嬷用脚落来1/3，嘿，来刷落来1/3。嘿，阿嬷，你个手甲手用咧，嘿。啊，一脚吼，破开一脚。阿嬷，我甲伊抱开哦。嗯。阿嬷，你担我，好，嘿，担我顶管，嘿，阿嬷抱开哦，嘿，坐好好哦，嘿，好啦，阿嬷坐咧，嗯，阿嬷坐安尼有好无？有，只有裤子爱甲阿嬷卡用的，嗯，阿嬷，你要脱衫无？袂。那阿嬷穿衫。嗯。阿嬷，你的脚骨来撑开，嘿，撑开脚踏板，嘿。嗯，谢谢。阿嬷，你有感觉脚脚会光光袂？袂呢。哦，啊，你小坐一下，我来面床看看嘞，哈。哦，好。阿嬷，哦，咱安尼坐吼，忝忝，咱来休困一下吼。嗯。嘿，啊，坐好哦。好。把轮椅固定好，脚踏板收起来，把船缆扛下去。啊，轮椅以45度还是平行都可以。啊，阿嬷来，我抱你起来哈。啊，把伊的腰部约束打开。那阿嬷来抱一下。哎。阿嬷坐咧，坐咧，好坐。嗯。阿嬷，你头壳会戆戆未？未。对吼，好啦，阿嬷来。好，谢谢。那阿嬷脚伸落地，嘿。阿嬷安尼好无？好。嘿。阿嬷的陪教咧。轮椅转位的步骤繁琐，且不当的转位方式，容易造成跌落意外，因此
看护者应随时注意长者的状况，并专注转位动作，保障长者的安全，也能避免意外的发生。因为第一点，咱把阿嬷抱下来的时阵，咱袂使离开伊的视线，因为阿嬷年岁有啊，因为头壳有一点仔退化。啊，第二就是爱注意伊的脚踏板，伊的脚踏板脚骨吼，一定爱放喺脚踏板，因为阿嬷吼退化，有当时啊，伊的脚骨会落落去。啊，你若安尼摔轮椅吼，伊的轮椅吼会去弄到伊的脚骨会流血。啊，第三点就是讲阿嬷。伊倒伫眠床已经惯习啊，你家抱起来，你着爱家问阿嬷，你头壳会戆戆袂？啊，因若讲会头壳会戆戆吼，咱着赶紧家抱去你眠床，互伊倒咧。吼、哦，要家抱起来的时阵，因为咱的脚骨、照顾人的脚骨，一定爱甲阿嬷夹袂，爱用过，啊，一定爱用好。你若抱无好，摔落去吼，安尼着唔好。啊，所以吼、哦，若要抱落来，嘛是同款啦，嘿。爱注意阿嬷，家己抱好，一定爱家己抱好，因为阿嬷年岁侪啊，因为伊袂晓讲吼，要安那耍，要安那用，安尼，啊需要咱照顾员一步一步看看，安尼家用家用，安尼。重点复习：上轮椅，一，将轮椅推到床边约45度；二，拉上手刹车；三。将脚踏板收起。四，告知长者。五，将长者移至床边。六，将长者双手抱胸，脚交叉摆放。七，手绕至长者背后，支撑脖子及小腿。八，将长者扶起来，把脚放置床边。九，固定长者膝盖。十，请长者抱住看护者。十一，将长者往前拉，重心靠近自己。十二，提起长者裤头。十三，用力拉起，缓慢转身，放置轮椅上。十四，扣上安全带。十五，将脚放置在踏板上，这样就完成喽。下轮椅，一，将轮椅推到床边约45度。二，拉上手刹车。三，将脚踏板收起。四，解开安全带。五，固定长者膝盖。六，将长者往前拉，重心靠近自己。七，用力拉起，缓慢转身坐下。八，扶着长者缓慢躺下，这样就完成了。